哋今日咧晏咗少少，所以你哋咧我会尽快讲完咧，等你哋可以有个愉快嘅晚上去休息嘅。Hello。我見到這個我很開心，其實呢我很少見到實物的，那我很多朋友仔都選了南瓜，但其實我呢如果真的一定要選的話，我是喜歡這個可愛的小火點。其實大家近看呢，這個實物呢是真的很有我們的可愛的童真 feel 的，你們明白我說什麼嗎？你家裡有人幫到你我不是小啲搞笑，咁跟住唔講咩笑啦，係唔係 ？Hello Cindy，Hello Fiona， 真係諗你都搞笑。咁跟住咧 ，Hello Annie， 晚上好。咁跟住咧，係啦 ，Hello， 你哋好嘛？咁跟住咧，我哋晏咗啄啄嘅，因為我同阿店長咧係啊頭先。今晚好閃，係，因為我今天很俾心機咧，喺屋企啦，咁啊好好休息一下，同埋咧攞翻啲夏天衫出嚟燙啊，因為店長話睇下妹新衫滿唔滿啊嘛，做 live 嘅時候，咁我都揾下啦屋企。其實我都多得意嘢嘅，不過就未燙又未拎出嚟啦，同埋有時衫你真係會遺忘咗，我真係曾經何時試過某件衫買咗兩次嘅。咩話？你老公問我係咪去登台？其實我都想有人請我去登台嘅，唱翻首歌咁樣，跟住整翻個鞠躬佢。唔係，我驚你隻眼瞓啊，閃一閃佢啦。係咯，同埋咧，其實我想話俾大家聽，我即係著呢個衫去影相嘅，聽日睇啊，睇下大家 pass 唔 pass 我先著嘅。咁既然阿 Sir 話唔 pass， 我翻去再籌備個地圖。因為我知道呢有些朋友對於閃的東西有些擔心的，但我都 OK 的，我覺得這件跟著呢還有什麼呢？今晚有些有趣的東西，因為他的東西我們有一點點，有些新回的耳環在日本買到兩對的他啦，有些貨都未講嘅之前，咁但係今日可以講到嘅，我盡量講咯，係啊，咁就係啦。仲有咩咧？店長話盡快講完咧，希望大家可以休息，因為我都夜真係夜，咁所以星期五晚翻可以大家夜啲啦，可能星期六大家冇咁講咁樣，係啦。咁我等個店長再幫我 share 多少少咧，咁我就可以開始啦。係啊，點啊？你哋有冇嘢特別要睇先啊？如果有嘅話咧，我可以做咗你哋想聽嘅先啦。咁樣有需要休息嘅朋友咧，可以早少少去休息嘅。我對戒指有冇得賣？佢啊有啊，你有咁叻睇到嘅？佢呢個係一個好似，其實我覺得好似嗰啲糖。是啊 ，Cecilia 好早嘅，對耳環好啦，係啊，因為咧件衫太誇張，要嗰對耳環要沉實啲。哇，其實咧，我想問一下你哋咧，多謝你啊，我覺得好中意佢。跟住咧，我都話我嗰、那個赤柱嗰個造型咧，有不同類型嘅顏色嘅，有藍白色啦，有啡白色啦，黃白色啦，粉紅白間啦，同埋有紅黑間。Hello Debbie， 呢對機係幾多錢啊？店長 ，Hello， 呢個唔好意思，2800，搭過兩次，幾多號？52。請問有冇 Delphi 嘅？突然冇啊 ，Delphi 俾人有冇？應該沒有，大力水手款式，我沒有叫匹牌款式，大力水手款式，什麼啊？港圈多少號？是不是十幾那些？我拿回我們那支神棍出來先，等等一下，沒事沒事，這裡，看看先。嗱，呢度13，呢度寫13，呢度寫13。我揀中間嗰位置，唔係最上最，即係揀呢一個中間嗰位置，13。咁希望嗰位阿觀眾你試一試，睇下覺得13你得唔得？係啊，
放一放喺度先，小心啊，店長，我放住喺安全位置低啲啦，不如唔好放高。咁話俾大家聽咧，佢好靚呢個袋，我真係好中意。Hello Jeanette，可以載到好多嘢啦。咁我想問佢，依個幾多錢嘅店長？我哋講先，還都係啦。開始太細了，你覺得好細啊？好靚喎，裡面你睇下。個南瓜嘅隱藏南瓜噶，你講多次。哦哦，即係個戒指太細啊！哦，唔係個袋。Annabelle， 我又見到我張白通 Annabelle。我又哇，仲我喺白通成日 seven 見到我張白通出現 ，OK。咁跟住啦，呢個好靚，佢裏面有暗花噶。Hello Ada。好靚啊！呢、這個 pumpkin， 唉，快帶走去你哋，唉，睇幾咁靚，藝術品嚟嘢真係。喂，因為藝術品幾多錢啊？店長，全新藝術品啊，7980。Hello LC， 7980。咁如果大家屋企有其他 L 君啦，咁咧可以擺佢喺裏邊啦，多機會用啦。咁同埋咧，佢載到好多嘢啦，當係載錢又得，載下。真係好好用啊！呢、這個 size 我真係覺得好靚，咁可以掛喺你哋啲 Neverfull 裏邊啦，或者你哋有啲咩袋都好啦，都係擺出嚟拎出嚟，真係係一個值得收藏嘅一個珠鼻戒指，但係52，但唔知港圈幾多號啦。Debbie， 首先咧，我都係戴52，我都係戴52。咁仲要佢呢隻闊身咧，我都戴到的話咧，我相信你應該冇問題，我相信你應該冇問題。不過唔緊要，依啲你可以同阿店長商量下，睇下你想點嘅 ，OK， 就係咁啦。好啦，我哋繼續講。咁呢個7980全新嚇嚇平過專門店㗎，好靚喎！我想問你哋有冇專櫃嘅朋友去咗呢、這個叫咩咧？啊，星期五先講啦。Hello Mandy，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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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，OK？、Okay? 咁跟住咧，條裙，哎呀，俾你找到兩點添。好啦，咁跟住咧，我哋今晚又專櫃觀眾喺度搞笑啦，咁緊要。咁好啦，我哋繼續講。咁呢個咧就希望你帶走佢咧，因為呢個係全新，亦都比專門店平，亦都係專門店揾唔到嘅款式嚟嘅咁樣。咁我哋帶走佢啦嚇，好靚，好靚，好靚啊！好啦，擺翻好啊，呢個靚靚先，呢個 like 佢。咁好啦，得一就有二噶啦。OK， 咁我哋俾第二樣嘢你先。呢個就係佢啦，佢嘅根啦。咁呢條根咧，我嗱今日咧唔好意思，我登台咗少少嘅 ，OK。咁但係如果大家做好似我往時嗰啲咧，正式嘅組合咧就好靚嘅，佢其實已經好出㗎啦。佢嘅側邊嘅花咧，佢圍住所有位置咧，啱啱 CC 戒指幾多錢？係咪2800？有冇女裝 H Bell 75cm Tony 問？冇。75cm 暫時未有 ，Hello Candy， 我哋淨係得 Kelly Belt， 75cm 你嗰個右身嗰只得唔得？70 mini pop h 75 Hello Diamond， 係啊係，咁好啦，咁呢條咧其實佢所有呢一個位咧都有寫住 L 君，佢係即係。散布於呢一個位置嘅戒指 size 13或者52，戒指係咪得一隻？係，只得一隻。睇下 please 啊 ，Tony 話睇下係咪講緊我哋嗰條75嘅 pop h 啊？75 pop h 高同白黑，唔係有隻好似駝肥咁嘅咩？店長去望一望，店長去望一望嚇，你條表等我一陣啊 ，Tony。係啦，咁呢個係呢個2800，靚嘅。你唔好似咁，似我哋似嗰啲糖啊，嚟我哋澳洲食嗰啲咧，嗰啲粉嗰啲，嗰啲唔知叫咩糖啊，係啊，脆嘅咧。
好吃。摩浪，跟住咧咁樣啦，呢條呢條係幾多錢啊？喂，3980全身啦，睇下走佢。好啦，我嚟講下一樣啦。下一樣咧就係佢啦，一個啱啱翻嘅粉紅色嘅 Garden Party。咁呢個咧係 Epson 皮嚟嘅 ，Epson 皮嚟嘅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可以帶走佢全新嘅 Epson 皮 X9 嚟嘅 X9。請問如果Pandora 戒指平時就7.5或者8號 size CC fit 唔 fit 到？嗱 ，Pandora 嘅7號8號，我要上網幫你 check 下佢個 size 係幾多？我唔係好肯定，因為我哋依度暫時未有 Pandora 嘅戒指可以做到對比。我上網幫你望下，仲有冇媽媽節禮物仲差一份？係啊，太破啊！點解？佢籌備一下 ，OK。咁跟住咧，係啦。咁跟住我哋繼續講呢一個幾多錢咧？呢、這個全新嘅佢38800，38800，38800。Hello GPC， 好啦，我哋睇 belt，OK、okay?。我好記得噶 ，OK。你個族譜我都有努力去記住 ，OK 。Hello Sydney，Hello 豬豬，好啦，呢、這個係。Nata 配玫瑰金 size 望一望先，同呢等一陣65，但佢75，得揾下先。65呢條幾多錢啊？75，75啊！我隻眼有問題。定85啊？85可能係。呢条系85，唔好意思，戒指几多成身？90%以上，85啊！呢条 Nata 色嘅玫瑰金 ，OK， 有价钱嘅好，4500。咁另外一条，今日好闪去啊 ，Shelly，Hello Shelly， 好，另外一条，高 color， 高 color 再配。玫瑰金呢條 size 望一望先，呢條係75 ，Tony 呢條係75，呢條係75啦，終於有一條75啦 ，fit 到呢、這個你嘅 size， 75，價錢係4980，應該都係4000多啊。應該都係4500，點咗話全部做4500喎。費事大家為大家做個靚價。呢、這個咧，呢、這個你想做幾多錢啊？都係4500喎，大丈夫都做4500啊！今日靚價好抵啊！呢、這個都係75啊 ，Tony 你可以考慮。Hello 佩珊，晚上好。嗱，咁我自己覺得啦，幼帶係靚嘅，幼帶係靚嘅，簡單款，簡單款，簡單款，係啊。咁跟住，所以大家中意我可以帶走佢。75我有大象灰同埋高卡啦 ，Nata 係75，OK。所以要睇翻，唔係 Nata 係咩 ？Nata 係85。Nata 係85，大象灰同埋高卡啦係75。咁如果啱嘅觀眾可以帶走佢，三條做同一個價錢4500，OK。我好清醒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我今天去了 IKEA 吃雪糕，好好吃，又来了，我今天吃了椰子味，好好味。你知不知道他有小纪念饼，他有那些 crepes， 跟着那个人说要等一个钟，这样说，一个钟怎么等？
係啊，啲員工都好陰公豬，因為可能即係整嗰啲小紀念品要需要好多時間整啲 crepes， 咁可能佢哋要趕完。哦 ，Europe 嘅56，啊五啊六都有就咁就應該未必得啦。嗰、那個應該係52到嘅，係啊 ，Janet。咁好啦，我哋繼續講下一隻啦。呢講咗兩隻喺日本帶翻嚟嘅嘢先。咁咧呢兩對咧係點樣喺日本帶翻嚟嘅？粉紅色同黑色，全新嘅，全新嘅，大家應該見過做 live 嘅時候有帶過類似咁嘅款式。咁跟住咧如果大家中意可以帶走佢。咁呢個就做幾多錢啊？你做？我俾一隻你，我查一隻出嚟俾大家睇下先。6800，啊 ，Spitzer， 你係唔係揀呢只啊？6800，嗱，講真，我今日咧粉紅色就應該冇咁靚啦。我今日應該要襯黑色，如果襯粉紅色，可能會襯翻黃色我啲衫。我因為咧，我覺得咧黑色都幾易襯。但好睇個人中意嚇，黑色，同我今日嗰只個元素好相似，都係樹枝喺底。咁呢只梗係長啲啦，呢只就真係簡單啲嘅 ，cool 啲嘅。咁如果著 T 恤牛仔褲都好好睇。咁如果飲嘢可能要用呢、這個，但係我今日已經係金剛上身㗎啦，唔可以再加多少少嘢上去。OK， 再加少少就變咗 Christmas tree 㗎啦，提咗幾個月。OK。我揸咗几个波啊，你明唔明啊？绿色、红色嗰啲个波，同埋搵啲阿佩珊喷啲雪落我身度。我有时好中意买嗰啲圣诞炮啊，但系而家我觉得好似好贵，咁我唔舍得再买。阿店长，你知唔知讲咩啊？我大家啲系疑惑，我可以搵几钱？哇！要搵一搵先得。不用錢了喂。Tony， 你 cap 哪條 belt 啊？ Tony， 你想 cap 哪條 belt 啊？沒寫啊，店長你。不知道。4500，我戴應該是4500，溫柔一點的。淡金再加字。先講到邊啊 ？Tony， 你想 cut 乜嘢啊？咩啊？噴雪，嘿，棵聖誕樹要噴啲雪上去，有啲白色色先靚噶嘛。灰同 gold， 哦，好啊，灰同 gold， 咦，阿店長我擺咗喺度。陣我攞埋條灰色嘅 cap 先，OK。或者如果真係同店長講都 OK 嘅，係知㗎。咁好啦，下一個咧就係L 骨能包，咁呢個款咧，好多朋友就好喜歡。咁我哋喺日本再打咗一隻翻嚟，就係、是、都係富士山嘅 PPN 啦。咁咧打開俾大家睇下，就係咁樣嘅，裏邊係藍色。咁呢只你之前都買過好多隻噶啦。咁有朋友想仲想再買嘅話咧，就可以再揾店長，全新嘅7980 ，OK， 全新。哇！呢只咩嚟噶 ？BB 好靚喎。好啦，我哋講下 Hello Wise， 我哋講下 CD 嘅嘢啦。咁呢一對 CD 呢，我係想同大家推介一下。咁其實大家都知道 CD 出咗好多年呢，係呢一隻豬仔嘅。前面係細粒，後面係大粒，真係好睇你自己鍾意啊。
佢嗰個樣子 ，OK。睇下先，試俾大家睇下先。嗱，佢前面係四粒嘅，我講多次，但係佢都有個暗花今次。咁後面咧有個暗花，咁因為你一戴落去咧，其實好靚，感覺好型啊。前面係細粒，喺你耳珠後面係見到大粒，係型格嘅，型格的佢。OK， 咁呢對咧係 pre-love 嚟嘅，不過好新。有啲唔同嘅感覺，因為好多時候啲朋友話：，我都知道佢係 CD， 但我又想佢俾人個見到，即係有少少佢嘅感覺。咁呢只咧就應該啱你心水啦，因為佢有元素嘅，唔係咁易做到呢個咁靚嘅花嘅。呢、這個花客，呢、這個花係佢獨有。咁所以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可以帶走佢 CD 呢只耳環，幾多錢啊？1380。好啦，我哋繼續講下一樣。頭先我哋講呢個，不如我放翻佢先啊，點樣？冇啊，嚇？咁我哋繼續講，講下一樣，講思思。噔噔，好啦，呢、這個 camera bag， camera bag， 咁佢呢個咧淺色嘅，淺色嘅。如果中意係夏天啊休閒啲嘅淺色嘅朋友帶走佢，咁佢有條水嘅。OK， 咁我睇下可唔可以擺翻落去先。唉，好難度。幾多錢啊？店長？16000。佢 pre love 嚟噶嘛？pre love 嚟嘅，不過好新好新啦、啊。我擺翻落去先，呢、這個安全啲。咁跟住咧，俾大家睇後邊先。OK， 冇嗰啲藍色啊嗰啲牛仔褲印嘅，所以因為淺色要俾大家睇清楚啲。OK， 冇先，佢係冇卡油貼啊？係啊，冇卡油貼，幾多錢啊？16800，抵玩嘅米色 camera bag， 隨你中意啊呢個嚇。好靚。簡單款啊，不如讀我幾多 cm 先，裝咗 promax 嘅，我要讀幾多 cm， 店長我讀一讀先。17cm， 咁如果大家中意可以帶走佢。好了，我哋講下一樣，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唔係噶嘛，係嘛？係、這、呢個唔係 ，OK， 好。classic 魚子醬，佢咧，哇！呢個咪深藍紫色嚟噶，深藍紫色，聽唔聽清楚？睇四角先，荔枝皮嘅深藍紫色 ，OK， 咁 classic 銀扣 ，double flip。藍色嚟嘅，基本上藍色嚟嘅，冇卡有貼，幾多錢啊？好，請問有冇 H 銀戒指有？有冇大 boy 款 Natalie 有？43800。H 戒指啊，店長，大 boy 款我自己攞。大波款咧，我想問我哋可愛嘅觀眾，呢、這個 size 你 O 唔 OK 啊？呢、這個 size 你 O 唔 OK？ 我讀一讀個 size 俾你睇，定係你有冇特定係中意咩顏色啊？定係你想要温柔價錢啊？定係你咩色都冇所謂，最緊要要咩皮咁樣話我知。咁呢個咧係30cm，Natalie。咁跟住咧。高度都是黑色復古扣，價錢是温柔，但我看不到個價錢，應該是28800。 net net 這個行不行？二
28,800 咁嘅 size， 30，30，定係你要細少少？最大係呢、這個，最大係呢、這個。如果28，我有其他款。最大係呢、這個。俾你先。H 戒指我要店長攞俾我，唔該曬。我再講埋另外一隻先，等我整下。係咯。嗯，呢只系中 size， 宝蓝色，复古扣，嗰只咯，店长，昌厨嗰只咯，28cm 出嚟口嗰只咁嘅，几钱呢只？26,800。粉紅色眼鏡有冇興趣？粉紅羊皮復古扣，29,800，好新好新好新，好新好新好新，29,800，粉紅色，超抵。蓝色 Women 29,800，都是大 size， 28cm。 咦，眼镜去哪里呢？看着了，看着了，是好啦，呢個 double sand 簡單款嚟嘅，藍色配黑色拉線 ，OK， 咁隨你中意啦。呢個藍色配我個黑色拉線，再到 A4 嘅，咁兩邊用啦，睇你中意用邊邊啦。casual 款式細 size， 唔係成日都有嘅細 size， 幾錢啊？可輕身啲咯，容易 carry 咯。幾錢啊？呢個？呢個係15,500，抵玩嘅。下一個靚靚 GP， 超靚色羽雲灰，全身36,800，日本帶回來的。我哋今次咧去手購咗啲咩咧？哦，幫我哋想象中開心就係有大象灰、即羽雲灰同埋呢個櫻花粉啦。因為有時你想要都未必有啦，咁顏色又唔係成日啱啦，咁有啲色又大家要中意噶嘛，係咪？咁真係好開心啦，有大象灰啦，有色羽雲啦，跟住有啲可能櫻花粉紅嘅嘢咯，咁各樣都有啲，咁所以咧，我哋逐每一次 live 都會講啲咯，再侵埋我哋新翻嘅貨咯，係啊。好啦，呢個36,800，好啦，又是時候講一下我們夏天必備的東西，等我一陣 OK， 好啦，那我介紹一樣東西，就是你我他都很喜歡，因為呢其實今年我跟大家說我買了一些肥嘟嘟的闊闊的牛仔褲，因為呢我本身很喜歡穿嚇、啊！咁夜還做直播好，唔係好辛苦就 Maggie， 我好中意咁夜同大家相聚嘅。不過我啲尊貴嘅客人要瞓覺啊，真嘅。咁好啦，我講下今晚我哋翻咗著好靚嘅靚貨啦。咁呢對係我好中意、好中意嘅 Susu 啦。咁啊，長期冇款啦，冇貨啦。因為其實呢只 Kitty 嚟啦，我哋
世紀之拖。咁好啦，呢一對咧就係我想介紹俾大家今年必備嘅一對 H 嘅鞋嘅。咁我哋揀白色嘅原因就係因為襯你啲牛仔褲出嚟嘅效果靚，即係好似白色波鞋咁啦。咁我首先會講下我點著啦。我就攞咗我屋企嗰條最鮮為人知最耐最耐嗰條 tweed 咧。因為我以前擺落 Birkin 度，我通常買身都係一對嘅，我嗰啲跟啊。但通常我用到最舊嗰對咧，我就愛嚟綁。我呢對鞋又即係可能拖鞋嗰對我都有咁綁嘅。嗰陣時喺馬來西亞，我好少著高踭鞋，因為驚即係嗰陣時又中意著平底啦。我而家反而中意著翻有少少踭嘅，即係同個地下有啲距離，同埋著啲褲可以長少少。咁我嗰對咧，我就咁樣綁住咗嘅。我自己嗰對就咁綁住咗嘅。咁你哋其實唔需要咁做嘅，只不過如果你中意咗。你是中午今日休息哦，今日休息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咧，可以襯你自己中意嘅嘢啦。咁本身呢就係最簡單，好似你哋嗰對好似你哋嗰對拖鞋咁嘅款式嘅啫。咁其實因為佢前面都有 platform 啊，咁變咗咧，你著任何嘢都好唔攰。其實你嘅踭只係一寸，你係不會攰的，不會攰的。咁如果你話好似我咁，點解初我會加咧？就因為我初覺得啲皮有啲硬，但其實佢唔硬嘅，係我只腳渣嘅就 OK。咁但係咧咁樣扣咗嗰條絲帶就完全唔硬，但係唔該你哋用啲你哋舊啲嗰啲嘅 tweed 擺落去啦嚇。咁樣今日有冇 low 露檔？問一問先，阿店長有冇啊？冇，係啊。咁呢對全新嘅36嚟嘅，咁價錢幾多啊？我只錶去介紹下可以啊，我只錶我戴咗一隻錶啫嘛。嗱，如果粉紅色咧就好少女心啲嘅，少女心啲，少女心啲。但其實唔綁都已經好靚嘅，呢對真係超級值得需要買嘅。OK， 咁呢對鞋係4980。如果有我 size， 我想買多對添。早啲講嘛，早啲講 ，never too late。而家嗌都唔遲嘅。OK， 好著啊呢對。又唔攰，又係住，緊要真係。好啦，大家就佢全新嘅36 ，OK， 嘟嘟。好啦，俾翻我哋尊貴嘅店長先。加咗我隻錶先好，我隻錶咧係簡單款，中 size， 幾多錢？15,800，大 size 係14,800，大 size 係14,800，我哋有兩隻，我就兩隻，日本帶回來的中 size， 日本帶回來的日大 size， 咁你睇我哋尊貴嘅觀眾，係日本帶回來的綠茶，我哋茶都唔放過，我幾支，我幾支鬆弛紅，我幾支鬆弛紅冇得賣香港，跟住好啦 ，H 鞋幾多錢？36嚟嘅 CC， 4680啊，好抵啊！4980，4980全新，36号嚟嘅，可惜，我記得你好似著唔知大少少，好似係啊。好啦，我哋繼續講下一個超抵超抵嘅，好中意啊 ，Croco Handle， 咁呢個咧係細 size 嚟嘅，咁咧個寬度咧，讀一讀俾大家睇先。23cm 咁樣嘅，咁如果都中意 Coco Handle 嘅朋友咧，停咗唔係嘛？中意 Coco Handle 嘅朋友帶走佢，喐翻係嘛？唔該，可能個 WiFi 差差地，咁好啦，呢個幾多錢啊？呢個好新，又 reset。29,800，有冇卡？有卡有貼，有卡有貼，好新嚇，好新成啊！呢個超抵，好下一個，大家都好中意嘅簡單款。OK， 咁呢個係 pre-loved 嚟嘅荔枝皮，咁呢個扣咧係。銀色嘅，中間通風通窿嘅咁樣，咁呢個係 pre-loved 嚟嘅，咁如果大家中意可以戴就佢啦。咁呢啲款就長期都係大家中意嘅款式嚟嘅，最 classic 嘅佢啦。睇下有冇卡先，有卡有貼，價錢係17,500 pre-loved，OK。
好啦，下一個，下一個，哇，好型啊！透明的袋 ，OK。咁呢一個款咧，就係咁樣嘅，俾大家睇下先。我想問呢個係後加上去吧？佢本身齋透明嘅啫。咁但係有時啲客唔中意。有時有啲客唔中意咧，我哋私人送個袋俾佢。你內袋用你自己私人內袋就得嘅，呢個係我哋送嘅。咁如果中意嘅可以帶走佢，幾多錢啊？呢個幾抵啊？我幾襯我呢啲今日嘅裝束喎，喂！7980，抵，帶走佢啦。好，下一樣，佢嘅心心我翻咗一粒，一粒紫齒一粒。怎用？這用來了，尊貴的你可以綁在頸上，綁在你的袋上，或者綁在你的手仔上， OK？ 它攝到 Twilly 的，太闊是不行的。 CC 多少 cm？ 好，我現在度給你看， OK？ 這粒漂亮心形多少錢啊？全身 Hello2800全身，我俾翻你先，小心啊！呢冇花。度一度我俾你睇先，等我。29cm， 睇落去又唔少大喎，唔知佢系咪扁扁地？29cm 好靓，哇！真系几靓喎，睇我谂下先，你过嚟先，大家等我一阵。如果俾我咧，我會咁用咯。太婆等緊我，哎呀，死啊！太婆等緊我，點算啊？快啲，快啲，未有啊？店長話，我諗我會擺曬我啲化妝品喺出邊，曬啦，好靚喎！我有好多佢啲化妝品嘅，我最中意買啲化妝品。大家唔中意化妝嘅，你可以買塊鏡，200多元嘅啫。店長第一個人問，可能要登入再登出。你哋係咪睇得好辛苦啊？仲有冇停啊？店長，定係佢話叫阿 Debbie 登入再登出？我擺公仔，哇 ！Mandy 仲喺度啊？咁你都知道我擺公仔啊？我講做日神喎，咩話？講 Mandy。你中啊！我真的有帶塊盤翻工噶，啲長期擺喺我 mini Lindy 度噶佢哋，因為我咧飲咖啡要打卡用啦，跟住要補化妝啦，所以佢哋係唔會走開嘅。得啦，嗱觀眾買個袋可能唔包盒品，唔包盒粉同埋唔包隻紅人。咩話？冇聽。大家都知道童心未泯的 Cherry 姐姐的好，你找出來先，不要阻礙黑馬東西，好了，不要阻礙。 OK， 下一樣是7000多，好抵啊，這個7980，好抵，等一下不要再說，今天說下一樣，店長說快點，快點。我真的很喜歡他，我真的很喜歡他啊！我要帶他去西九拍照，我要帶他去。去了西九未啊？大家明天最後一天了。沒有，你沒有通知我。我沒通知你，你有說跟我去嗎？我都不知道去不去到。好了，這個就是一個信封的他。什麼你擺 Hello Kitty 了，大家曬單了，開始是不是？每一個朋友帶一些不同的東西，有沒有人就是鬼太郎我去啊？就是那隻眼睛遮住。我的朋友都喜歡掛煤炭屎鬼，竟然幫他等到老威威，他買了這麼多件恤衫 T 恤，男仔來的。跟住我就說，哇，真是有錢的表現。錢的表現。咁呢个几多钱啊？呢个
全身。唔係，我覺得我其實我哋冇人知道佢會出噶嘛，露露誒露露。跟住我個 friend 係由細到大都中意嗰只嗰個煤炭屎鬼，哇！佢見到嗰個 series 出殺。OK， 2980。全身全身全身，你擺大口仔，大家都會講嘅。點解你擺咩啊？擺錢啊，方便俾人打劫。唔會嘅，唔會嘅，治安好，治安好。跟住好啦，大家帶走佢，全身而家送俾朋友啦。OK， 咁跟住好啦，下一樣。好，下一樣咧就係、是咦，我已經去到呢度啦。呢度 GP 係幫手啲屎，係太脹啦。OK， 食太多嘢呢、這個嚇，放題啊佢。放題咗添，咁呢個幾多錢啊？喂，布嘅寶藍色配皮，18,800。佢係咩嚟噶？用過兩次啊，嚇、未使用品好抵。Lulu 有卡西火添，咩嚟噃？啊，團火啊？係啊，我估係啩。哇！煤炭小鬼佢中意咗好多年啦，細細個咧就買好多佢嗰啲玩具，成日買嗰啲扣咗個書包度，佢諗下幾多年之前中學年代，咁跟住咧，終於俾佢嗱幾廿歲嘅時候等到件 T 恤出，好在佢冇睇，唔係以後同我聚會都唔 call 我，係我話俾佢聽出咗嘅嗰只煤炭小鬼，等佢去香港食任數啦。跟住好啦，幾多錢啊？掃曬佢，我全部款要訂，跟住誒阿姐姐即刻撳咗佢個名，正啊！呢啲買衫嘅，18,800。夠啦，拜拜。下一個銀戒指咯。好啦，我哋首先介紹第一隻銀戒指，52號5980，全新嘅嚇，5980。52號 size 戴出嚟嘅效果係咁樣，嗱好唔同啊！呢、這個型格組合，靚女組合，死啦！戴住先，好冇緊張。好啦，全新嘅佢，呢只係49嚟㗎係嘛？呢只你有49同埋咩啊？58咁大？我有一隻49同一隻58呢個珠鼻，擺 Miffy 好啊！大家繼續諗可以擺啲咩落去。首先帶個袋走。首先帶個袋走，你先有得擺啦。重點嚟啦！哎，擺姜邊嗰啲公仔都得意嘅喎，或者擺我哋 Lulu 嘅身都得嘅。喂，好得意嘅啲公仔，我食飯成日見到隔離台啲人擺阿姜姜嗰個，同埋咧 Moco 而家有姜姜啊，好多人去打卡啊。首先帶個袋走，繼續帶埋阿姜走。阿姜帶唔走嘅時候咧，就揾阿花花姐先知道。唔係擺唔到落去 ，OK。跟住好啦，這個就是一個小 Q 嘅銀戒指。嗱，呢個大少少嘅 size 係55，3980，小 Q 嘅銀戒指。咁我哋最後一隻 CDC 嘅佢，呢只細 size。呢只係幾號啊？49幾多錢啊？3680，唔係啊，5係1喎你寫。5係1。49嚟㗎？5係1。寫OK。可以發下專門店煤炭屎 no no 衫幾多錢？我今日喺街見人著，我都想買，應該絕咗版。完咗噶啦，成件事，我估啊，我估佢會再新出，我唔知道，但係應該已經完咗。而家講緊，你講咗一次噶啦，但係啱啱觀眾又再問3980，呢度係55，鬆少少嘅。好，仲有一隻簡單組合，51號2980，簡單組合2980，出嚟嘅效果係。我戴到成手都是这样。好，还有Kelly手袋系列。
咁樣帶住個袋嘅，帶住個袋呢個四二八零五十一號 size。如果你唔想帶 Kelly， 你可以帶 Constant 呢只係五九八零。咁大家咧知道咧呢個款 ，Hello Carmen 係可以咁樣，跟住攞翻條皮繩，跟住扣住喺呢度嘅，即係你一即係咁樣扣條皮繩啦，咁樣戳實佢，跟住佢就可以咁樣。銀鏈得嘅，隨你自己中意啦。但我覺得皮繩型啲，即係好多用法嘅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帶走佢 ，Kelly 就平啲啲咯 ，Kelly 就平啲啲咯。如果大家中意可以帶走佢，緊張得就係除唔翻添。唔驚。好啦，咁跟住我繼續啊。除緊只啦，咁樣。OK， 好啦，啱新翻嘅佢，黃色配豬鼻嘅。手鴨出嚟嘅效果係，我要除翻隻錶，好驚啊！點解幫我除翻隻錶先？不如，我咁樣撳住，唔該，就咁。全新的佢，極度顯白啊！呢隻色幾多錢？四千八，靚價，做咗靚價㗎，呢隻新款嚟嘅，店長做靚價。店長做靚價，好中意 cool 嘅朋友帶走佢。呢個藍色嘅藍色白色組合，都係玫瑰金出嚟嘅效果係不一樣的。OK， Baleno 鬆弛紅衫好得意，買咗俾個仔著，買曬。我唔係我買同一隻款買咗四件，就係、是、小紅個頭，就係成個身編喺度，跟住有個有執毛喺度咯。係我之前買嘅，新款我冇買，新款我諗住買對人字拖。咁我哋一齊買啊，店長。三都好啊，五件送一件啊嘛。係啊，係啊。哇，好似喺嗰度做咁樣。Baleno 唔好過。幾多錢啊？等緊店長福 H 戒指，你平時戴開20圈。咦？20圈要可能係戴隻五十，你咪有隻好大嘅50幾喎。你嗰隻59啊？50啊。店長去睇下先 ，Hello Polly， 咁呢隻係咪因為平啊？呢隻4000幾係咪都係 ？Hello， 店長係咪都係平啊？呢隻4980。好啦，我緊張一齊除唔翻呢隻添，唔好意思，好慘！你記唔記得大家以前買佢嘅粉咧？其實有個布袋巾，哇！佢呢幾年cut埋，搞到我要夾硬自己揾個袋載住佢，因為如果咪整花咗個粉盒，跟住咧。真心呢個唔係投訴，即係可以俾翻個袋我哋，我哋好俾心機買。OK， 跟住咧，咁跟住咧，同我哋大家嘅襯袋都係咁緊要。OK， 咁樣咧就係呢個可愛嘅 two box 啦。咁咧帶住呢條筋咧襯翻佢嘅等等，好有夏天氣息啦，好靚女啦，好得人中意啦。綁翻隻蝴蝶仔先。放咗咁耐㗎，大家慣唔慣啊？今晚有冇錶？有啊！你想買咩錶啊？係咪 H 啊？定係 CC 啊 ？CC 我哋啱啱介紹完，如果你再想睇嘅，我哋有小方糖。哇！好靚啊！唔好客氣 ，OK 㗎 ，Carmen， 我哋盡量做，做到你做到你想要嘅嘢，我盡量做俾你。跟住好啦，呢個幾多錢啊？28800，再靚啲個價錢，好靚，有內袋。28800必須帶走，唔該。Twilly 幾多錢 ？Free love。1080。有冇 HCC 同卡地亞？請問有冇温柔白色嘅 Click H 手畫？標要叫個店長揾揾 ，OK。H 錶我哋有好多 ，CC 錶就小方糖。H 錶要有 setting 喎。Rebecca 幫我哋 check 咗，好犀利喎。Range size 20係 mint Hermes guess 57或者58喎。嗯。Thank
係喎，佢哋話見到我隻手瘀啊，快啲除翻個戒指出嚟啊！係喎，真係喎！哎呀，我都睇到啊！我去揾一啲温柔嘅 cream 先。哎呀，好搞笑，佢哋好犀利啊！我要揾一揾先。冇緊張，硬淨啲，有嘅有嘅。唔好啊，會整翻隻戒指。Cream 唔會喎 ，cream 就可以抹啫。你哋好犀利，咁都睇到。係唔驚唔驚？係啊，真係好想睇到，真係我都睇唔到，我自己睇唔到。但係都係除咗出嚟，唔驚，冇事啦，冇事啦，我用 SK two 嚟炒佢出嚟㗎啦，對幾好，冇成蚊，冇幾廿蚊都好慘，炒翻隻手，冇事，別借啦 ，thank you 呢，真係唔該曬你哋，係咪我先？嗱呢啲咧係每晚兩點同小偉嚟，啊主持你隻手指啫。喂，真係好過佢，仲要對住個 mon 去睇得仲清楚我，我自己都唔好留意。多謝你位觀眾，冇事冇事。啊，點樣買翻啲 SK two OK？ 好眼力，喂，真係好犀利，你哋好犀利。咁我再 check 乾啲先啊，喂，講啲唔好講袋住啦，講耳環穩陣 ，OK？ 咁我哋講下呢隻耳環先。嗱，呢一隻耳環咧就係大家中意嘅 CC。嗱，呢一個款咧係誇張嘅。它是一个 lock 来的 ,ok? 哎呀有油我不要掂就掂了袋住。我刚刚戴上手套先。这个是这样有个 lock 的彩石再加 lock, 彩石再加 lock,ok? 得一只多少钱我看看先。它是复古金来的金少少的比往少一些。等我一阵等一阵。咦，店長這隻你賣多少錢？剛剛回來這隻6500 OK， 好了，下一個就是浮卡爆石系列，這個是真心誇張的，但它的款式是比較classic的，給大家看看。嗱，佢係一個好似大概五毫子咁上緊大嘅 CC 啦，咁我相信咧，你可以長期戴，因為呢款係唔會悶嘅，即係咁咧就咁樣戴，係啦，咁就都幾好嘅，我自己覺得，因為佢係爆石系列，再加金底，咁如果你可能係即係好 iconic 啦，咁你其實冇無論任何時間戴，你扎高啲頭髮戴咁又 OK 啦，或者你有時散頭髮落嚟咧，咁你黑色咁嘅頭髮，咁你會見到佢好閃。所以呢一隻我覺得大家係可以投資嘅，除咗 CC 你哋最中意簡單款嗰只之外咧，佢圍咗圈其實有圍咗圈嘅特色，亦都唔誇張，你可以成日覆戴。呢、這個款係啊，咁呢個款咧我覺得好靚啦，就係5500嘅全身。5500嘅全身，你永恆啲嘅樣子就會襟睇啲咯，係真嘅啲嘢。咁好啦，呢只都好抵嘅，5500咁多石，呢只都算 OK 嘅價錢。好啦，我又回歸大家懷抱啦。白色配玫瑰金，白色配金色，咁咧頭先有朋友仔問啦，係咪？咁呢只幾多錢？5500唔好意思啊，店長。跟住咧，好啦，繼續下一樣。我哋嚇、啊、好。呢個咩嚟？唔好講。好，另外一對浮誇組合 ，OK。咩 ？Carly 话蛇嘅佢错咗重点，唔系啊，你个重点好紧要，你救咗主持人一命，我要斩咗手指。你嗰个先就系重点啊，嗰啲袋啊，嗰啲耳环，我哋啲观众冇所谓，睇少一两只佢哋 OK， 最多下次睇翻。
但係冇人受知個主持人就好慘，保險 care 唔夠100%咁。第二個真係好搞笑。我們的觀眾真的，你們真的很細心，多謝你們，謝謝你們 Kelly。 好，另外一隻呢就是一個呢瑰麗一點的感覺，復古的絲絲，那絲絲在這裡，這裡你戴上去呢，它低調得來是復古 feel， 即是它的樣子不是剛才那些威一來的絲絲，它是總之你一定會看到的，那個絲絲它在這裡的，但是呢它就不是往時那些絲絲的 feel， 這樣一朵花來的復古 feel。 多少錢這對？好漂亮，3300。好了，下一對、金色的掉下來的款式。全靠我救了，全靠我觀眾救了我，車釐子是是全靠卡莉來，多謝你卡莉救人一命啊你。跟住呢個款式是這樣的，上面寫中間絲絲，後面這樣豬鼻銀戒指多少錢，可不可以到店頭裡面試買，豬鼻3980，是不是講緊簡單一條線那個，我們有49和58那個5980，剛才那個50來的，剛才那個50來的。 Carmen 你 WhatsApp 了我們，同事幫你 check 了貨，你才會下來。是啊，真的嗎？是啊，這個多少錢啊？好，看看4880，漂亮的，4880，漂亮的。好了，我們又回歸袋的懷抱了。 OK， 下一個。哇，好靚啊！呢個呢flamingo嚟㗎嘛？見到佢就覺得有隻flamingo行下。大家睇下佢個扣先，幾咁穩陣？佢個扣係原封不動，有貼紙嘅。OK， 冇花。咁咧，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可以帶走佢。有啲夏天嘅色啦。咁我今日咧。這件衣服太 sharp 了，但是呢它這個色很漂亮， Epson 皮人扣，很襯，很好 condition。 多少錢？超好 condition 這隻76800，10級底，好底，大家一定要帶走它。 OK， 好，下一個大象灰人扣A stem， 好，10005000 pre-love 嚟嘅，10005000，個扣亦都係貼曬貼紙，完整無缺嘅，所以大家唔使擔心。買 constant 嘅 pre-love 咧，大家擔心咧，通常都係因為個扣。咁咧，佢呢兩個扣咧貼咗原封不動嘅貼紙，所以大家係唔擔心。咁兩隻都勁好 condition， 105000呢個價其實掂咗好少咗，今晚就做一個好靚價。就算 flamingo 嗰隻咧，佢做嗰個價錢咧都係温柔，因為以翻個 condition 嚟睇，其實嗰個價錢係抵得好緊要。OK， 好啦，下一個。Woolies 時間，咁呢個咧係一個藍色配金扣嘅全新 Woolies， 價錢係59800，全新嘅金扣嚟嘅，咁我唔拆出嚟呢個全新，59800全新 Woolies 藍配金。咁我嚟都介紹下一個粉紅色 Constant， 呢個個扣冇貼紙，但係都冇乜發絲痕嘅。pre-love 嚟嘅，呢個再温柔啲，都係七萬八，睇你中意糖果粉定中意 flamingo 啦。呢個係另外一隻皮，呢隻 sweet 皮，嗰隻係嚇 Epson 皮，係啊。最好個 combination 就係咁樣帶走啦，無憂，搞掂曬。Done mission
complete。咁好抵喎！唔過20萬係嘛？係咯。唔過20萬係咪好抵啊？好抵。唔過20萬一套大酒抵啦。斬半隻錶都唔掂啊！而家再睇錶，睇錶係唔記得睇錶添。咁好啦，呢一套嘢咧，一套大酒都唔過20萬嘅。咁但係我哋首先講下呢一個袋先。呢一個係一個25 Birkin Epson 皮深色朱古力色。咁咧銀扣啦，好靚啦 ，condition 十幾啊？12萬八。咁呢個咧7萬幾啊？爭少少，係喎，多4800喎，陰公。唔緊要，消費券幫到。消費券幫到你，仲有嘅話，204800喎，兩個大酒抵。兩個 app 上皮都係。好啦，我哋嘅希望我哋尊貴嘅觀眾帶走佢哋。好啦，我哋睇表。好啦，先帶走啦。好，睇第一隻，大象灰閃閃，大象灰閃閃，大象灰閃閃，貝殼閃圈，價錢26800，好，下一隻，型格啲嘅，黑金 double tour， 價錢16500，好。另外女仔組合粉紅白色陶瓷15800，好了，另外一隻最簡單的，這隻最 classic 的大象灰16800，大象灰 double tour唔使錢，暫時未有。16800。好，另外呢隻我超級中意嘅隻白面石圍圈 double tour 鱷魚正常皮貝殼面勁閃。29800全身，好靚呢只。呢只做優惠，全身簡單款，高 color， 幾多錢啊？9900全身。全身啊？全身啊？做優惠，希望喵喵聽到咯。好啦，下一個。穩陣 Kelly 32人扣 app 上皮，勁好 condition， OK， who did you for 做 live？ 冇嘢，我記得佢對住啲 CC 耳環喺度笑啫嘛，佢好想要一對，佢好想要一對 CC 耳環，翻屋企攞，呢個幾多錢？好新好新同好新。貼紙微面32粒撞99800，勁靚㗎。咦，呢對係毛㗎？唔係喎，呢個危險啊，我想講好耐㗎啦。有一日呢，我返嚟見到我哋某位尊貴嘅店員啦，係咁喺度呢話哇好靚好靚，咁睇佢講咩啦，然後佢想具為己有，冇計我哋呢度一定係顧客為先。我快一晚我講咗佢。呢個呢就係一個好靚嘅大象灰金扣 getter。好啦，大家買一睇買一睇。我俾機會佢。OK。嘟嘟咁樣啦，夏天必備啦，大象灰金扣啦，十個靚啦，男女通用啦，打斜咩又得，打直咩又得，非常可以裝到你好多嘢啦，好多部部 best 啊 ，travel 必備啦，真係好正啊！即係所有嘢咧就合於一身嘅，我覺得又唔使太過鏡住用啦，個扣咧又穩陣啦，得個側邊咧你唔使驚佢啲，即係 constant 你咪好驚有啲人咧衝埋嚟嘅，佢冇呢個問題 ，OK。是啊，我知道它是 pre-love 来的， pre-love 来的。那店長你可不可以整個漂亮的價錢給我們尊貴的觀眾啊？
阿 Pri 有用過個痕跡㗎？係講真，俾大家聽先，係啊。嗯，四萬六千八。四萬六千八 ，Pri Love 嚟嘅。大丈夫枕頭有少少使用痕跡 ，OK， 好啦，俾翻我哋尊貴嘅店長先。冇咯喎。嗯，呢個呢個大嘅 Wallace， 大 Wallace 呢個咧係廿三嚟嘅，咁大家中意單邊咩又得，雙帶咩亦得咁樣啦，咁好睇你自己中意嘅。咁呢個非常之穩陣嘅價錢，係四萬五 pre-love 嚟嘅，四萬五 pre-love 嚟嘅，好新，九五新。九五身呢度系乜嘢痕都冇，咁所有角都系超靓。我拆开神秘棉花添，好好 condition， 好少见 getter 有二手卖，系啊 ，Debbie， 啱出，大家都会想同佢去下街先。灰色三十靓价 ，Birkin 嚟啦，我哋每晚都会讲 ，OK， 抛一两只靓价出嚟俾大家，仲有一只喺你身边会出现 ，OK， 好啦，灰色型格啲嘅，三十九万八千八，九万八千八，九万八千八，抵，好抵好抵好抵，灰色啊，灰色拉白线，劲靓。咗咧，哦，好啦，終於可以放大家去休息啦。咁好多謝大家收睇啦，咁我哋咧星期五晚見啦。OK， 咁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咧，就 WhatsApp 店長啦。聽日幾點開啊，店長？聽日開一點半 ，OK， 一點半。咁咧，大家你就落到一號啦。同埋咧，如果想搭地鐵就係 H 出口嘅。OK， 咁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星期五晚見啦，拜拜。